这狗狗好像不能讲话，对不对？哦，可以哦，狗狗可以讲话哦。哦，它是哮天犬啊。这个，哎，这个概念怎么有点像神龛呐？你要不要给我50块铜币去打开新世界？放心，绝对有奖励给你。好的，消耗铜币50，今日剩余3次呢。先给我点时间，5分钟之后来找我领奖哦。姑且就相信你吧。哇，这个太明显了哦。哇，我都笑了，我都笑了。这个也很像呢，7日之约呢。哇哦，哇。奴家乃是九尾狐。耶，我有得到九尾狐了哦，性感哦。是你呼唤了我。哇，送封册直接送你一个祭灵血。哇哦，神龛啊，不是啊，不是神龛啊，是哮天犬啊。哎呀，哎，我的哮天犬，你跑完任务了吗？啊，跑完任务了耶！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啊？领取奖励。好像好像哦，我获得了货币、经验单，还有浮屠混沌绝凡。哦，这是提升那个技能的升阶哈、哦，技能要升阶哦，各位。最近没钱吃饭了，去花铜钱100去给我买一点桃花酥，我就给你一点奖励。好的，10分钟之后找我领取哦。哦，他没有分那个几率高低，好像好像，先看一下哮天犬好了没？他这个问卷刚好挡在他的位置。OK， 放心，绝对有奖励给你，50、100、150，哇哦，可以讨价还价吗？哎，他不能直接点哦，你看哦。要点它哦，手移过去，滑鼠移过去，然后再点它上面的图案，有点麻烦，好像不能讨价还价哦。15分钟之后找他领奖励 ，OK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成就 ，OK。成长，收集，可以一次领取吗？这样很累，然后博物考是什么？这个是破军的角色有哪些？是不是？破军应该就是剑客类的吧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横扫千军，面对重装占优势哦，是一个职业的概念啊，职业的概念。可不可以一次领完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货币哦。好，大概就这样。博物考，然后这边还有很多东西，应该是什么图鉴之类的吧。好，继续。有些角色技能我还没看过。李默夜灵神。就是他技能，他是有分等级的哦。哦，其实这样升超浓哎，技能要升阶，我想到头都痛了。这样很累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每一只角色技能，你就要好好思考了。其实很辛苦哎。东王宫巫贤，然后还有谁？混沌雏菊、夸父仓颉，到底是念夸父啊，是夸父啊？好，先这样。
对，继续。